大家好，我是杰西。那我们新自然发音讲义到这子音跟母音的部分已经全部讲完。那另外我们来讲一些规则。第一个规则是 C 的这个子音后面它加上 EIY 这三个字的时候，这三个字母的时候，它本来会念可 ，C 本来加 AOU 会念可，可这时候它就变成念 S。那 G 也是一样。G 加 AOU 就 G 原本念可，对不对？可是它加 EIY 的时候，它就念 G。好，这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大概有百分之个七八十左右，所以这个规则还是值得记的。好，那 C 加上 E 的时候 ，Once、Cell、Sent、Place、Center。Once 是副词，一次 ；Cell 名词，细胞 ；Sent 名词，分 ；Place。名词地方 ，center 名词中心 ，C 加 I 的时候还是念 S，city circle cigar decide suicide 好 ，city 名词城市 ，circle 名词圆圈 ，cigar 名词雪茄 ，decide 动词决定 ，suicide 动词自杀。C 加上 Y 的时候还是念 bicycle, cycle, recycle, cyber cafe, fancy。好，大家有注意到这个 Y 在这边它比较特别，其他念的是 I 的音，所以 bicycle 名词，脚踏车 ；cycle 名词，循环 ；recycle 动词，回收 ；cyber cafe。Cyber cafe 名词网咖，它就像 Internet cafe 一样。Fancy 动词想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 都是在 Y 前面。好，再来我们看到 G 在 E 前面念 G，Gem、Jill、Gentle、Angel、Bridge。Gem 名词宝石 ，Jill 名词胶冻。Gentle 形容词，温柔的。Angel 名词，天使。Bridge 名词，桥。G 在 E 在 I 前面也是念 G。Gin Ginger Giant Gigantic Giraffe。Gin 名词，琴酒。Ginger 名词，姜。那这个第一个G 在 I 前面念 G， 第二个 G 在 E 前面也念 G， 所以是 Ginger。Giant 名词巨人 ，Gigantic 形容词巨大的，这终于在第二个音节。好，在 Giraffe 名词长颈鹿，终于也在第二个音节。再来 G 加上 Y，Gym 啊，对不起。Gym, Gypsy, Egypt, 重念，对不起。Gym, E, 怎么一直错 ？Gym, Gypsy, Egypt, Biology, Technology. Gym, 名词，健身房。Gypsy, 名词，吉普赛人。Egypt, 名词，埃及。Biology.名词生物学 ，technology 名词科技。好，再来 Y 的话呢，在最前面它会念 y， 然后在两三个音节，它在最后面的时候，就是有其他的母音，它在最后面的时候它会念 e。那只有单它一个母音，没有其他当它一个半母音，没有其他母音的时候，在字尾它就念 i。然后在字中的话，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边 cycle bicycle 这边，它也可以念 e 的音。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ear yo yo yak yolk east ear 名词黏 yo yo 名词溜溜球 yak 感叹词恶心的 yolk 名词蛋黄 yeast 名词酵母菌。Sunny 形容词，天气好的。Forty 名词，
事实。 Kitty Kitty 名词小猫。 Happy Happy 名词嗜好。 Thirsty Thirsty 形容词口渴的。 My Try By Spy Shine My My 我的。 Bad 对不起。 Dry Dry 形容词干的。 By By 机器词被怎么怎么样。Spy, spy, 名词，间谍。Shy, shy, 形容词，害羞的。好，那 G 在字中的时候蛮容易念乙的音。Gym, gym, 健身房。Syrup, syrup, 名词，糖浆。System, system, 名词，系统。Symbol, symbol, 名词，象征。Rhythm, rhythm, 名词，节奏。那这边的话，因为这边的例子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举了有一些字看起来好像 gigantic 这种字比较不常看到，然后可是其实像 biology technology simple system 这种字 syrup 这个都还算蛮常见的，像 cough syrup 那个咳嗽糖浆。好，那这边的规则就稍微注意一下，不是很常见，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个记一个这样子。好，那这个部分有关于 C 加 EIY 跟 G 加 EIY 的部分，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